这个饭我不用动了是吗？你先试试看。就像在家里弹的那种感觉。好，那我设计一下。就是感觉是往后的那种音乐，就是你原声在前面。老师，你前面到底是要弹多少？你第一遍弹是比较长的，第二遍弹是比较短的。你不用管它，按第一遍，对，按第一遍那个算。对，我就如果可以的话，第一遍好。它是那个呼的那个啥，躲在个角落，不是后面有一个呼的那个，是 P G 还是你弹吗？是 P G， 是跟着 P G 为主的。那个音，看一下长得长不长。OK， 我稍微就是确认一下。这个部分回头反复音，多听一下，这个问题。好，就如果说有病的话，我会被框在那个。这回我是猫。可以的，太好了，感谢老师。熟悉一下场地啊，因为毕竟第一场嘛，还得慎重一下。你来长沙是不是全程一直在下雨啊？哎，我真的也不懂为什么。我之前去到哪一个城市都没下雨，我现在去哪一个城市都下雨。现在是雨季吧？明天就要演出了，你现在是什么心情？这还是挺紧张的吧，因为已经也很久没上舞台了，也怕说自己会做得不好，其实就希望一切顺利吧。姐，你有幻想过明天会是什么样的场面？没有哎，完全没有幻想过，就是我不太想要去幻想一些戳动心的事情，就顺其自然吧。哇，这个狗的很厉害，我们明天入口也在这吗？是的。认真的吗？不是，哇，这个厉害了。总有些人跨过山海为你而来，不管多久，我们依旧在未来等你。等你打卡群。没有，就你带走了，你可以抱走吗？嗯，我们给你寄走。如果我是真心爱你，不能怨上交吧。如果爱是种不上的，解药就是你的声音。祝我三亚运气，全国巡演，长沙站圆满成功。闪电邀请专属散粉群，精细适合年阳疫情，川渝后援会。我还以为会有加钱。依旧是太阳星最阳光的陪伴，心情公益，心情也不适合两个人。祝闪电邀请长沙巡演顺利。闪电邀请广西后援会。冰山碎裂的缝隙又长且每种面貌都是不被定义，自信是你的超能力，勇敢向前。谢谢。哇，还要团购啊！我拿走一个。我闪电邀请巡演大卖，闪电邀请，就算我的名字里照进过阳光，也可以有被淋湿的胆量。感谢马来西亚。在爱意中与世界融合，又音乐声把世界融化，听你所念所想，畅想星辰，发电在老公环，预祝闪电邀请二巡顺利。哇，这是男子吗？打不开。想念你的美，联合艺闪丽 FC Thailand， 感谢 FC Thailand 新加坡新姐俱乐部。Thank you。这是想干什么？这不是尬意吗？我好想尬意。祝巡演顺利，感谢姐姐们。夏天很长，足够我们天天穷游。闪电新粉姐姐们，谢谢。哦，这是一个鼠。
不散力2020我演唱会乔丹演出成功，在一的心脚上起舞吧。80后姐姐团呼约，感谢姐姐，谢谢姐姐。我没有想你，希望所有人能点开那些重复的旋律，无意识的间划过一个手机，这些的不经意，好以没有结局的开始，稍纵即逝什么的追寻，对你的思念，不曾想过。想一个人能有份相遇，那又是一件失效的瞬间。500没唱完，500没唱完，这个没唱完。谢谢，谢谢，走了。钱花在男人身上哦，男人有钱可以花在女人身上哦，对吧老师？老师莫名其妙被 Q 了一下，老师你会给你，老师你有女朋友吗？是女朋友吗？你会给她买东西吗？想要买什么，你就会给他买什么，也不一定。你女朋友有就是跟你要求过要买什么吗？有买什么的？买房。房子。所以你会给他买吗？看情况。我以为老师还没有女朋友，还想说帮他征婚一下。老师你呢？你孩子都有啦，那房车都有没啊？好啦好啦，就是有钱要好好就是对待自己，不要花在不该花的人身上，在我身上也不要花。我们春晚每次都有人叫，是不是特别难？其实我也是一直在想机会有见面，但是呢很多特殊情况，我觉得自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跟你见面，希望我今天能跟你们见面的第一天能让你们稍微就是弥补一下你们想要的日子。不是你们不是一块来的，是你们分了，然后你们俩还是很喜欢我。